很特别，它是有点西装布料，但是西装布料又有弹性，而且它是大弹性的，它有分 S 号跟 M 号。然后呢，它穿起来就像妞儿的身材这样，就只有微小喇叭九分裤的概念。然后屁股它也是合身的，但是它弹力非常的好，不紧身哦。好，那再来有看到它是超级流线型的小喇叭开叉，然后一样有做一个裁切的口袋给大家。再来呢，它中间有做了一条直线的裁切，这也就是黑色再加上这一条裁切，视觉效果整个变得非常非常的瘦，腿开开的，腰小小的。还有它很心机哦，做了这四排的假扣，让你整个腰身远远看起来，好像斜斜的很包，对不对？然后腰很小，我觉得穿高鞋有加分，穿平底鞋一样好看。而且呢，你可以就是穿平底鞋，然后绑一些有造型的 T 恤。那大家，这个裤子是现在收到，不论什么季节你都可以穿，春夏秋冬都可以穿的裤子。然后还是凉夏的一个非常丝滑的料子，所以呢，现在赶快去买。